好，来吧，老妈妈。后台长先生，请看看帮我身上老有妈妈，没你有灵对着性。嘴巴一点，我听不见。好吧。你好，后哎。台长先生，我是1978年生的属马的。好，78年属马的是吧？看到了，请讲吧，你想问什么？我想问问我身上有没有灵性。老妈妈，你打胎过孩子的，掉过孩子的？对，鼓掌。啊，老妈妈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，第一是腰不好，对，第二是关节不好。对，老妈妈，你知道你现在这个小孩子打跳的孩子在你身上什么部位知道吗？不知在道。你肚子上，小肚子上，所以你的肚子经常吃东西，到了肠胃部分就不消化，而且经常肚子痛，妇科也不好。对，对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你呢，把它念掉就好了。你这个老妈妈呢，我跟你说，你年纪不大。啊，我也不应该叫你老妈妈，我看你年纪蛮轻的，刚刚没看清楚，就看图腾了，忘了看他了。你呢？这样，你赶快把它念掉，会好很多。我不会而且念。你有一个孩子当中啊，是来要债的，听得懂吗？听懂了。你的孩子是来要债的，所以你不要生气。这孩子要完了以后就不会理你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呢，这个孩子呢，你就放下，好好跟他念解结咒。就是化解两个冤结，念解结咒就好了，好吗？而且你呢，听台长一句话，你的婚姻运不是很好，所以有时候不要去难过，不要去不开心。别人要做什么事情，让他去做，只要你做好人就好了。你听得懂我意思吗？听得懂。听得懂，听得懂。你老公在不在这里啊？我老公不在这里，今不天。在这里，我就讲给你听了，你给我好好的忍耐啊。啊，因为你老公桃花运很足的，听得懂了吗？自己嘛要稍微打扮打扮的啊，穿那么好一点，啊，弄得像个，我就不讲了，好不好啊？好啦，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？没有。没有了是吧？没有，我看看啊，那就这点问题，心脏稍微当心一点，你的胸闷气急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不要生气，你就是一直生气，你的心脏不是太好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其他没有什么，我就告诉你，你多念念心经，多念念解结咒就好了。你老公以后晚年可能还会对你不错，因为他良心发现，听得懂了吗？听上懂辈了。子你也欺负过他。啊，你上辈子也不是个好婴啊，好，谢谢，好谢吗？谢台长，谢谢台长。好好念经啊，一定会好起来的，好吗？好。我看你们家，我刚刚都看到你们家里了，你们家里也不是很大，明白吗？但是呢，还挺干净的。你这个人很努力，在家里啊，弄得挺干净的。对。我看床啊，什么都弄得很干净的，房子不大好，谢谢，对。对，好啦，好啦。